经由花东线开往富里区间车。哪的？台北。台北，从台北特地下来。对。哇，那个为什么会特地为了举那个父亲这班父亲号而下来呢？其实我是路缘子弟，我父亲的话是在铁路局服务了44年又6个月，然后他也是机务处退休的人，那所以我说我这辈子是吃铁路奶水长大的。所以。每一列台铁的列车，只要它走入历史，你都会去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刚才退休，所以以前呢没办法请假，就错失了很多的这些机会、历史事件。那基本上现在倒刚好有这个机会，是，反正就是赶快过来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特别做这个牌子哦？哎，怎么了？是特别为了今天这班车来做这个牌子。小时候也做到大到现在也蛮有多回忆在这台车上，也希望这次送他也是对他一个尊敬，也是一个对方最后一个旅行。